有运动的感觉，整个背肌都有伸展到，有热起来，所以蛮棒的。对，如果有练习左右变化反应，像如果民众临时有什么动作，我们比较可以反应过来，就是去阻挡这样。觉得这个帮助很大，因为每个月的长训，不管是射击啊，或是体能的长训，还有爬山什么的，然后加上就是一些平常的训练，觉得就是一直以来持续训练对帮工作很有帮助。对。Hook，Hook， 好，来左右各打一下 ，Go， 左右，对 ，Go， 左右 ，Go， 左右，来，我们练一下。一些力量的部分有帮助的部分。我先传一下，我先。到现在还在传呢。所以这个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是蛮累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有训练到肌耐力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做一下动作的组合。刚刚，对，起来，来分段分段，他们还在拍哈。我们先做一次下上。君马，你觉得打这个觉得怎么样？就是很有运动的感觉，整个背肌都有伸展到，有热起来，所以蛮棒的。反应力的那种连续的部分。对，如果有练习左右变化反应，像如果民众临时有什么动作，我们比较可以反应过来，就是去阻挡这样。刚当上警察嘛，因为实习完毕啊，你觉得这半年当中的体力的差别，他怎么去补强的部分，他觉得这个有没有帮助？觉得这个帮助很大，因为每个月的长训，不管是射击啊，或是体能的长训，还有爬山什么的，然后加上就是一些平常的训练，觉得就是一直以来持续训练对帮工作很有帮助。